後面嗰四個號碼。咁前面嗰啲咧就唔係太緊要嘅啫啊。咁咧就例如啊，四個號碼，攞啲例子先啊。譬如呢個啦，嗱，六、四、七、八，嚇，咁前面嘅呢啲咧就係代表咩？早上啊，嚇，啊，父母啊，嚇咁樣嚇，咁呢四個號碼咧最重要，後邊嗰四個號碼係最重要嘅。咁影響你最深咧遠咧就係呢四個號碼啊。好啦，這個這個號碼咧係一個女仔嚟嘅。好啦，六四啊，代表金木交戰，所以咧夫婦咧多拗撬啊，夫妻多拗撬啊，夫妻不和啊，成日嗌交嘅呢個嚇。所以咧，咁後邊咧嗰兩個七八咧係代表啲仔女啊，仔女都屬於係 OK 嘅嚇，讀書都叻嘅嚇。啊、所以呢財運來講呢都是屬於可以、啊、財運都 OK 的、啊、就是夫妻拗撬多一點、啊、還有呢經常被老公蝦、啊、因為金黑木啊始終、啊、金木交戰、啊、夫妻多數不和、啊、另外呢三一三四啦，啊，後邊嗰、那個三三嚟講咧，亦都代表口是是非多嘅嚇。咁、啊、呢個人咧就係係咪三一三邊個水生木啊？水又在呢個生木啊，係咪啊？係咪有兩個三啊？係咪啊？咁所以咧用有第三者，個老公以後嚟同佢離咗婚，以後出面有女人啊，呢個夫妻感情有問題啊，呢、這個。感情係有問題，離咗婚嘅已經離婚㗎啦。啊，呢啲咪重複信息咯，係咪啊？三一係咪三一啊？重複個信息咯，啊，係有啲啦。另外一個二二二五又係。頻臨離婚啊！二克主孤寡啊，有夫妻之名而無夫妻之實嘅呢啲就係、是、啊，孤寡孤寡數啊嚇。啊，二克啊，二克係唔好嘅星嚟㗎嚇。二五又係喎、啊，又係二五啊嚇。數多二啊五啊呢啲盡量都少用嚇、啊。啊，所以咧佢有個女嘅，但係都好激氣嘅嚇。啊二五啊，二五交家必選主啊，呢、這個嚇、啊、風水嚟講唔好嘅嚇。仲、啊、有一個二零二四，二零二四咧就點咧？有老公等於冇老公，因為又點啊？又係黐住係咪啊？係咪合住啊？係咪呢個呢、這個你係二？呢、這個係咪阿二啊？係咪啊？後來都離咗婚。咁、啊、呢個算唔算有外遇啊？即係有都算係，因為呢度二零零零咪即係等於另一半啦，係嘛、嗯？即係三個二咁樣都算係。係啦，冇錯，三月都係嘅一樣㗎，一樣㗎。因為零係代表變數啊嘛，係咪啊？一時變呢、這個，一時變嗰個啊嘛。咁你佢同你一齊，咁亦都同出邊一齊㗎嘛，係咪啊？所以有咁嘅意思咯。咁另外佢個老公都唔幫拎咗佢啦，有二克喺度啊。啊、所以咧就要嗰嗰陣時叫佢改號碼，咁啊改咗之後咧好啲啦，改咗後來改咗呢個啊，咁好啲啦，啊傷身啊傷身啊，同傷身好過傷黑嘅嚇、啊。但係佢都係有外遇喎、哦。係，都有嘅冇錯，後來嗱、啊、後來有都有機會有嘅嚇、啊嗯，但係咧都係叫傷身。好過呢個先啦，起碼嚇。好，跟住
8888呢個號碼咧揾到錢嘅喎，但係女命用就唔係咁好啦。啊，形成點啊？全羊啊，到而家未結婚啊，全羊數啊。前面嗰啲唔好講啦，中意呢呢個嚇太多白，同埋一個字，就算你行動號碼都好，太多都會有反負面效果嘅嚇、啊，超過三個或以上都已經有問題噶啦。就算你當運都係唔好嘅，所以唔主張咁樣用法嘅啲八字嚇、啊，你隔疏佢好少少，你連埋一齊咧，聚埋一齊咧就唔好嘅嚇、啊。所以咧到而家都未有老公，當然都未有細路仔啦，唔使問啦。好啦，跟住0811啊，呢、這個咧就成日俾老公蝦嘅，感情唔好啊，因為前面一個一字，等於自己都係一字，1811咪倒黑水啊，成日受老公氣嘅呢啲嚇。仲有1838啊，老公叻嘅喎，但都係有啲壓，好黑水啊，好黑水啊。嗱、啊，不過咧呢、這個咧。輪到佢自己桃花咯喎，女命，女命，係咪有一個八有一個八啊？係咪啊？好妙啊！跟住1223啊，離咗婚㗎呢個又係，又係土黑水，離咗婚啦。21啊，亦都係唔好嘅嚇。23又係嗌交啊，同啲仔女都有多問題。好啦，0838嗱，三八咧，雖然叫三八合木啊，但係都係木克土。所以到而家都生極都生唔到仔喎，嚇、啊！嚇、啊、生唔到仔㗎呢個諗法，冇黑土啊！3848咧都有機會嚇細路仔有問題。仲有7068。又是離了婚，是不是67交劍殺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67啊？這裡變7，這裡6，這裡7變7，或者7變6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嗌交啊？卒之離了婚，就嗌交。還有1888有問題呢、這個三個土黑一個水冇錯啦，土係咪財星啊？黑你喎，財星嚟黑你喎，卒之破產，真係咁樣。你遲八仔好咯，你遲一仔真係冇運啦。我仲有0861啊！咁啊點啊呢個？咁之前係二嚟嘅，呢個二字嚟嘅。